Good morning, Master. Today is 12th of February, 2041, and the time is 7:30 in the morning. The invisible oxygen face shield has been activated. Playing your favorite playlist. Black coffee, please. Master, Mary is calling from the lab. Answer the call. Good morning, Professor. According to the report, there were 11,426 time travel users this week. So far, for those who have traveled back in the past, have followed closely to the rules of time traveling. So no one has changed their past, and no one has disappeared. Great. I'll see you later. Sure. See you later, Professor. Off the music. Master, Sophia is calling.Answer the call. Katrina, 我有个消息要跟你说。Oh, Danny boy, the pipes are calling.小姐，你可以帮我打开这部手机吗？爸，是我啊。我要打开这部手机，我很多东西都在里面，可是我忘记了密码，你可以帮我打开吗？你爸爸他的老人失智症变严重了，他连我们也认不出来。最近他不肯吃饭，我们劝他也不听，他还说要看到他的女儿才肯吃饭。小姐，你可以帮我打开。好好，我帮你。啊，终于打开了，谢谢你啊，小姐。这个就是我的女儿，她从小啊就很聪明的、啊。那她去了哪里呀、啊？她去了美国做科学家。我在家等她回来吃饭。啊，你看，这个她上报纸了。啊，你看这个。又在做受访了，不是吗？爸，我快迟到了，找我什么事？我只是想问你哦，你回来吃团年饭吗？上个星期不是跟你说了吗？疫情期间回来很麻烦，加上我有工作，今年不回去了。但团年饭嘛，现在疫情不鼓励群聚。好了，不说了，我要迟到了啊，拜拜。2020年的地球像是被按下了暂停键，突然停止了运行。从前越是繁华的地方，如今却是如此冷清。人们开始适应新的生活，戴着口罩。保持一米的距离。到哪，扫描后量体温。还有限制上班人数，鼓励 work from home， 不能群聚，不能公车，不能旅游。当这一切快把人憋死的时候，而我反而因为有了距离而更自在。 We'll go for speed
100% all the way. 家了吗？哎，周末没有画面的。我还在公司加班，你找我什么事？你吃饱了吗？没有啊。什么事啊？哦，我今天特地去巴萨买了很多菜，如果你有回来。我不是说了不回去了吗？现在回去还要申请跨桌什么的，大半夜还要去警局排队。还是我带上来和你一起吃啊。啊，不用麻烦了。我就是一顿饭，你也不要到处乱跑，万一感染了怎么办？可是吃饭什么时候都可以吃啊！不说了，我有空会回去，你好好照顾自己了，拜拜。谁？喂、啊！哎呀，你先听我。你不见了，你要你都来买面，你们都来买面。你先听我说。你都来。姐。啊。雪。你是20年后的我，嗯，所以时光穿越是可行的。是的，我发明的。你是其中一位参与的博士，有什么证明？你1992年9月9日出世，处女座，没有交男朋友，早上起来一定要喝了咖啡才能够上厕所，很讨厌洗澡后吹头发。所以呢，你的头发一直打结。这些 Google 上都找得到。Check 一下你的 email， 这是来自美国研究所的一封 email， 你的申请通过了，下个星期你就到美国去报到。你回来就想要跟我说这个？不是，我想要和你回去跟爸吃一顿饭。为什么？因为你去美国之后很久都没有回来，这是最后一次跟爸吃饭。那么久吗？没有办法回来吗？应该是说你没有想过要回来。为什么还不要结婚啊？只积极勤于工作，连家庭都没有。你为什么要搞砸我的人生啊？你为什么不结婚？你说，哎呀，我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啊？你说的好方法就是这个啊？我没有办法啊，现在能够跨州的也只有送货的。我很不容易有说服这个司机给我们龙棒的。
我们现在算不算是偷渡客？要不是你时间不多，我才不要跟你分。你是不是有事情瞒着我？没有啊。说，什么事？我没有癌症。什么？我知道我没有说的那么夸张，你是不会跟我回去的。可是也不代表你可以用我的健康来骗我啊。是我的健康，可是你现在不只有20年零3个月，你应该很高兴的啊。高兴，高兴。没想到骗我的人竟然是我自己啊。我知道你一定会被骗的，妈妈也是因为癌症而离开我们啊。妈妈走了之后，你一直不懂得跟爸沟通。不过我没怪你，我自己也用了20年，也学不会。这20年来，我都没有回来过吗？刚开始是为了逃避，忙着忙着就没有时间沟通了。日子久了，我也不知道要跟他说什么。那这一次你为什么想要回来吃团圆饭？今年你不得空回来了吗？我现在得空吗？他是他是我的同事，想说一个人就一起回来。你们吃了吗？我不饿啊，我进去把菜支一支啊，就可以吃了。来来来，大家吃饭。爸，你一个人吃那么多啊？今天早上去菜市场买下买下就买了那么多，哎呀，不煮又浪费。我不是叫你不要到处跑了吗？放心，我有戴口罩的。来，不要讲这样多啊，吃饭了，你们也饿了啊。来来来，卡卡。这是你最喜欢吃的蒜油白切鸡，虽然没有你妈做的那么好吃，不过味道还是不错的。啊，还有这个汤啊，你要多喝一点，补补身子。你一个人在外，整天忙着工作，吃饭又不定时，你看你瘦了一圈。女孩子哦，要好好照顾身体。不是说吃饭不要说话的吗？
弃了我。二十年前的今天，我没有回家吃团圆饭，但爸还是煮了一桌的饭菜，还拍了这张照片。你不是要问我为什么二十年都没有回来吗？你要记得买多些补品给自己，女孩子工作不要太劳累，你忙爸知道，也不用来探望我，我在养老院这里有很多朋友，生活也过得很开心，不开心的话一定要跟爸讲，虽然我什么都不懂，但我可以当你的耳朵，记住爸爸永远都会在你身边。在美国要多拍些照片给爸看，因为爸担心越老越糊涂，会渐渐的忘了你。Oh, Danny boy, the pipes, the pipes are. 其实遗憾的不是一顿团圆饭，而是错过了一辈子的陪伴。我回来就是要告诉你这些。如果你听懂了，你这个糟糕的我就不复存在了。我是想问你明天早上想吃什么，爸煮给你。Tis I'll be in the
black coffee, please? Master, Mary is calling from the lab. Answer the call. Good morning, Professor. According to the report, there were 11,426 time travel users this week. So far, those who have taken the time travel have followed closely to the rules of time traveling. So no one has changed their past and no one has disappeared. Great. I'll see you later. Sure. See you later, Professor. Change music. Voice recognized. Playing your favorite song. 吃早餐啦！又是西餐啊！不是你喜欢吃的吗？天天吃都会腻的吗？那么多要求，明天你来煮啦。这样你要吃什么？西餐。是。Sunlight makes it hard to see her. Not far to go till she is floating out of here. The sunlight makes her skin translucent. And every single fiber twisting, every nerve on firing.All my blood in constant motion, every breath I take.